要给我们现场的这个粉丝以及我们的摄影师一点福利，来拍张照片。然后呢，讲了这么多，就是下一句我就是要讲说，那我要加入这样子，我要加入的私心这样，我说加入一起拍照这样。所以我给你刚好穿黑色这样，哎。谢谢哇！我们今天的这个 Haku Girls 非常的辛苦。刚刚呢，这个 Haku Girls 在这边跳舞，然后我站在后面。哇！你们刚刚跳到那个非常激动的片段的时候，整个舞台就是非常的能 Q bounce 这样子的一直感觉，就觉得哇，非常的刺激的。但是台下的观众是不是也有隐约觉得说我们这边非常晃，对不对？有人就觉得这边很晃吗？我看到我们的观众已经越站越外面，我要呼吁大家就是真的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边车水马龙，这边也算是我们的大马路，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。尤其是呢，如果没有穿外套的好不好，要记得加件外套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比较凉一点这样。那还有对面的也是，我们对面这边是摇滚区。